小时候的民居楼冇得那多人，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了汉阳门。汉阳门的轮渡可以坐船去汉口，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那些住家的人。冬天腊梅花，夏天石榴花，晴天都是人，雨天都是伢。冬天腊梅花，夏天石榴花，过路的看风景，居家的卖清茶。现代的民居楼每天都人挨人，外地人去了户部巷就来到了汉阳门。车子多人也多，满街放的流行歌，只有汉阳门的花园还属于我们那些人。冬天腊梅花，夏天石榴花，晴天都是人，雨天都是伢。冬天腊梅花，夏天石榴花，过路的看风景，居家的卖清茶。家的卖清茶。